接下来率先登场的这首歌曲大家也非常熟悉，刀马旦。这是一首融入了独特戏曲元素的歌曲，而这首歌将中国传统的戏曲行当刀马旦的刚柔并济和英姿飒爽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而与此同时更是赞扬了我们独立自强的女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来自谢娜联创队的阿丽、曾可妮、贾静雯、邱慈炫、刘亚瑟姐姐为我们带来的刀马旦。加油 ！OK， 没问题，姐姐。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喝煲汤，怎么场景一下跳西岸，我在护城河的堤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又晃，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柜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耍花枪一个红红灯，腰身跟着转马步打得稳当，耍花枪比谁都漂亮，接着唱一盘雨季和风，我耍花枪舞台的戏吧，二胡拉得响，观众用力鼓掌，耍花枪比谁都漂亮，刀马旦盛放，一首下一下下一丢一样，自从下一幕高亮，一个人在变大花，为了烫啊无名火一个晚上，一匹强狼一笑方正，心如心如回家笑，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又晃，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柜台上终于轮我上场，唱一个
如果支持他们就投送零四号，六十秒倒计时，投送开始。民族的就是最酷的。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那么现在我们马上来公布联合创始人队团秀第一组表演，谢娜联创队刀马旦究竟收获了多少乘风值，请看大屏幕。这一次刀马旦是纯国风舞台，我对我们组的姐姐充满信心。830恭喜谢娜联创队，谢谢大家，谢谢刀马旦获得816乘风值。接下来是我们1v1v1比拼的第二组表演。那这组表演的这首歌曲大家太熟悉，是因为姐姐这个词是我们在乘风舞台上对于所有姐姐们的共同称谓，而也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这是一首绝对可以感染现场并且把大家都洗脑的魔性洗脑电音舞曲。没错，而要演唱这首歌的也是一群充满能量乘风而上不断突破自我的姐姐们。唱跳姐姐，现在有请艾拉联合创始人队的张嘉妮、董丽娜、蔡少芬、曲颖、徐怀钰带来歌曲《姐姐》。见到我们姐姐开心吗？开心就叫姐姐，姐姐，姐姐，叫起来，姐姐，姐姐。叫什么姐姐，还啃你一拳，你还跟我谢谢，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谁管女生宅男配不配。姐姐不要再叫了，叫什么姐姐，我只是放空，脸上没有胡须，你说 I love you 我在呼啸几岁，爱死我颠覆你的世界。姐姐 Dancing 吧，啪啪啪啪啪，管你跳爱七六八，我就是沙沙沙沙沙，唯吾独尊的 A 卡，你就是叉叉叉叉叉，内在吧胆子好大，咔咔你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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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针跳针跳针叫我姐姐。姐姐还给你一拳，你还跟我说说，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随管女生在浪配不配。姐姐不要再叫了，叫什么姐姐，我只是放空，可是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呼啸几岁，爱死我颠覆你的世界。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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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喜欢刚刚艾拉联唱队带给大家的姐姐的表演，按几号？五号，五号，做好准备，60秒，投送通道现在开始。五号，五号，姐姐，姐姐，五号，五号，姐姐，姐姐，五号，姐姐，姐姐，五号，姐姐，五号，五号，五号，姐姐，姐姐，五号，五号，姐姐，姐姐，五号，姐姐，记得给我们投票。五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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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时间到，投送通道关闭，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在结果揭晓之前，我们要请上一组表演的姐姐们回到舞台上来。